不应将地数，这个应就是讲满，不应就是讲未满出来，是形容讲大多充实宇宙，大多充满在这个宇宙，永远永远都未变起来。所以自古早到现在，每一项物件都躲在这个内底里，永远都不应。不但是讲不应的呢，也是未去有不足去。所以讲，讲应阁唔是应，讲缺阁唔是缺，所以讲就不应将。多将而用之，亦不应。那么这头一句就是讲多充散在这个天地，多在每一项物件内底，亦不应。就是永远未去过头去，再讲叫做百万宇宙，方知即彼六合，伫这个六合内底，永远就是无叫万出来，所以就叫做多充而用之。这个道到每一个所在，拢总无叫万出来，因为事万物之中，道的深妙的深恩。因就是讲真深，那是讲用这个深来个讲，所以因是深的意思。其实呢，伫这个所在袂使单独做深的，这就是讲大道的奥妙，大道的玄妙，就是深广博切的，非常深，无法度通去，互你去甲测量啊，是无穷无尽的意思。所以讲，数数就是讲亲像，敢若亲像万物之身，万物就是讲包括个天地间一切的这款物件。所以讲，万物之身，都敢若亲像生天生地生万物的根源。就较就是讲，四方上下，东西南北上下，安尼就六合。四方东西南北就是啊，面顶会较多。六如果六就六合，错机会，错就是讲个用好未来，啊，迄个做就是讲占过来，因为咱的人生本来就是自私自大自利的，啊，敢那亲像真来真占安尼，啊，咱修道人在错机的将迄个人心真占真来的人心去甲磨，错就是讲安尼亲像讲真来安尼去甲安尼甲创创个未来去安尼。就错机在，该机分，因为咱人心中本来就真复杂、真混乱的，啊，所以因为人心混乱，失去了理智，所以就该机分，爱用这个理智去甲改，改迄个混乱和无机。何其讲，咱这个来当错机在，啊，该机分，那么过来再何其讲，含天地的真理合在一起。天的造化万物，天有慈悲，天一切的这个德或者光，啊，何其讲，咱就爱亲像天一款德，安尼就何其讲，融合一切的功德。当其人，啊，因为天不欺人，咱人嘛是不欺人，啊，天对着，啊。好歹的拢总把融合在一起，所以咱人嘛就爱同机点。你要来度一个人，你无虾米同机点，无虾米做伙，啊，你嘛度伊袂来呢。所以就何其讲同机点，但是同机点就爱何以不了。等下苏若尊，大多就是非常淡直。选择较会讲淡的，安尼甲看无啥足正的，无将物件伫内底哩，啊，这就是淡，无生无朽。但是无来讲，敢若好亲像，是不是好亲像？有一项生生化化的根本伫内底哩，每项物件拢总。有大道在裡面，敢若像有一項東西在裡面，這項東西是啥？就是大道啦。老子說，我不知誰之主，
我唔知啊，什么人会惊？那么这个我应该是伫讲什么人？虽然是老祖伫讲我，我到底唔知伫倒位生出来？其实这是伫讲咱的本性，咱的本性到底是伫倒位来？甚至甲讲，咱的身躯是伫倒位来？上帝之身啊！也就是讲，相就是一切有形相，一切有形相就是伫这个地，地就是万物的主宰，就是一切形相内底就是有一个地的，这个地是啥？地就是道啦，就是伫这个道出来，相地之身，也就是讲世间一切物件有形相的物件，拢总是道生出来。